Thank you.
亚·莲妮娃，和妹妹莉莉亚一样，从记事起就在可可利亚孤儿院里长大。虽然这里生活幸福，但我们的内心却始终怀揣着一个梦想，那就是成为偶像。直到有一天，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临了。Rosalia， 你在这里干嘛？姨妈，我刚刚和妈妈一起击败了第二绿者。快跟我回去，这里的东西……啊！学院长，对不起，必须请您暂时离场了。Rosalia 大人，令堂并不在这里。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是那个绿者的阴谋，让您沉浸在了自己的梦里。Rosalia 大人。梦该醒了。お目覚め、競争の主よ。
醒来，你会发现你的课桌里塞满了零分试卷，熟悉的校园生活一去不返。但是不要放弃，永远不要放弃，把熟悉的零蛋变成你满意的分数吧。